今年啊，不要再卖这种普通的柠檬茶了，有一款大品牌都在主推的西瓜饮品，我来教你如何做出香型更有辨识度的版本。这杯主要用到了有深邃带沙的甘美 4K 西瓜，木质香饱满的老虫水仙，能提鲜爽度的竹蔗冰糖。我们先选个杯中加入150克的西瓜果肉，先将果肉捣碎至吸管能吸上来的状态，接着再加入30克的冰糖糖浆，再加入10克的冰感糖浆，让整杯饮品啊更加的清凉。再搞入150毫升补给站老虫水仙茶汤注入灵魂。正常的西瓜饮品啊，可能大多数都会用绿茶来制作，茶底上用这款老虫啊，主要是来做出差异化，因为呢它跟西瓜搭配或者做一些鲜奶茶做出来的香型啊，更加的有辨识度，能跟现在目前的大品牌硬刚。重点啊，茶汤的成本1块钱不到，批发价更实惠。最后呢，把冰块呢补到500摄氏度，盖盖呢雪克摇匀。下一杯茶香更有辨识度的西瓜啵啵啊，就完成了。关注小易，饮品用茶少走弯路。